超级萝卜，我给你拿。滑板跟很多运动都有关系，而且历史悠久。所以我们先来学习一下滑板的历史。滑板的历史讲完了。呀！感谢天，感谢地，终于可以滑了。接下来讲滑板的使用原理。我不想学理论。不管什么老师教，都是从理论开始。难道学走路也要先学走路的理论吗？不管怎么样，学滑板就是要先学理论。那可不一定。我穿越沙漠。战胜雪山。征服大海。就是为了寻找一个旷世奇才，这宽实的肩膀，短小的双腿，跟我一模一样。我将把你培养成一代滑板巨星。这家伙来路不明，不要上当。有人妒忌哟。不知我跟大师学，可是我一定会好好教他的。滑板姿势很重要。欢迎。提臀，收腹，手保持平衡。他欺负我！哎呦，他不安好心！我不就是抢了你的徒弟吗？你就打我！我没有，我都看到了，你还不认错？看来需要让你安静一下了。我们继续吧。怎么办？老师，我还是不会滑，要不你示范一下？看仔细了。看清楚了吗？滑板要先学摔跤。会摔了，也就会滑了。原来如此，你先摔几个，我看看你的姿势。别光往前摔，也要往后摔，多摔摔你就学会了。好疼啊！你就慢慢摔。但是你这是干嘛？
我这是跟你说这障碍。障碍？世上没有畅通无阻的路，明白？年轻人要克服障碍，明白？克服困难才能成长，明白？所以滑板就是人生啊！你领悟了吗？去吧，多加练习。我要考验你，我们比比看谁先到仙人掌呢？我带着兔只让着你一点。预备，出发！我可不陪你玩喽，再见。这东西都能滑这么快，我也要学。嘿嘿，这个赞，我也要学。还有这种也好酷啊。带着兔子都能赢得比赛。看到没，和我比你还差得很远呢。但是你有点不一样啊。哪里不一样啊？太热了，我就把衣服脱了。还有不一样？是吗？找这个吗？谢谢谢谢。跳跳。兔飞，少儿，你们也来啦。跑得好快啊。时间就把你教会了，看来我错怪他了。